掌声有请关心。关心，范哥好。你好，关心。好，观众朋友们好。美女杨帆采访。不是，这不是关心来吗？我上来我关心关心他。关心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刚才看这个短片里面，对，说你是财经记者。对，我是一个财经记者，我是苏州人，然后现在是在香港卫视的上海记者站当一个财经记者。对。那很棒啊。杨帆，你们觉得我开始对我们接下来的职业生涯感到很坎坷。为什么现在的记者对都长成这样了？哎，财经记者对主持人都长成这样了。没有，我这次来主要目的是来见我的男神，就是嘉明哥的。对，祝你们幸福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也是男神，第二男神，第一男神在这里。男神二。啊，行，那个二男神。对不起啊，关心。啊，我比较孤陋寡闻啊。什么叫男神？男神就是一个男的神经经的。就是没有，就是男神经病。没有没有，就是因为我知道您就属于就脑子又聪明，读书又好，而且在美国留学的时候，我还去过你以前就读过的学校哥大。你看，对，我们采访开始了。我在 Rochester New York， 然后你在 NYC 嘛。对。然后我就一直奉你为我的偶像，真的真的。所以刚刚我上来都在那滑了一下，因为我看到你看了我一眼，突然我就觉得脚软。你知道我心目中的男神是谁吗？谁？是杨帆。啊？我觉得他是二郎神。二郎。哎。了解我，我扮演过二郎神。你的整个谈吐很不像财经记者。不是，而且你不觉得吗？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士担任记者，好的外形会不会对你的采访工作有一个帮助？就是不会有人拒绝你。对不起，没时间。我有时间。倒也不是，我就觉得会还是要自然而然有一种亲和力吧。来，其实像我们这种人有一个苦恼。就是观众往往关注的是我们的外表，因为外表太优秀了，是吧？其实我们更想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内在。接下来关心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我关心关心你，展现一下你的内在，展现一下你的采访功底怎么样？我问帆哥一个特别认真的问题。好。就是待会儿录影结束以后，您能不能帮我跟嘉明哥合照一张？行。谢谢，谢谢。他这种表达，我觉得能够感觉出他有这个记者的功底。但是人生真的需要不断的挑战。对。特别是挑战自己。好吧。好。来，关心，大声说出你的口号，我们节目的口号。好，那作为财经记者的关心即将上场，那么是不是金子，会不会发光呢？请大家拭目以待吧。来，有请关心登上你的黄金舞台，加油。一位财经记者登上黄金一百秒的舞台，让人稍显意外，当然也会让你更加期待。关心，希望你能够站够一百秒，计时开始。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看到你那温暖的脸。这首歌跟他的气质很吻合啊，很清新。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。知了也睡了，安静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。